别说了，我对象没有你们说那么龌龊，还不龌龊？你俩才认几天啊，就另一来上这儿来了，还宝宝宝宝叫着，就说领我看个电影。那是真的电影吗？这床，这小屋，这灯，你上这看电影吗？我不可能看，你看呢？我也不看呢，听没听呢？人家是怕我坐着累，所以给我找个带床的，别把人想的那么不好。不是，你咋不信姐呢？姐是过来人，那都是圈套。就你刚才说他那说那几句话，你问问他，他是不是都说过？你看你，我过两天出国玩，他还给我买礼物呢。咋这么不听话呢？今天我就让他来告诉你，像他们这样的男人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来整吧，不太好吧？有啥不太好的啊？你也不吃亏。你今天不让他吃点亏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错了。咋的了？冷了？空调有点低，调高一点呗。空调坏了，你要是再冷的话，我手热乎，你捂手吧。热乎。哎，那手干啥呀？那手啊？不是，那演习吗？那必须得有这步啊。行。我吓人！好吓人！害怕了？来，把刀搁哥怀里就不怕了。不是。你跟我看电影的时候，你咋那么害怕呢？你不比我猛吗？行，还是点冷。冷啊，冷那啥，进被窝待会儿来，被窝暖和，暖和吗？暖和。哎呀，我好像有点冷，我能进去待会儿吗？不太好吧？没事，我待会儿。我看你不像演习呀，你假的真做了吧？演习嘛，纯纯演习。行，你冷着吧，来，我暖和。哎，来！快点！还冷吗？我问你还冷不冷？